地方呢，就是那个脚步就会都会不由自主的就会慢下来啊，就是慢慢的闲逛，啊，心情啊也会放松下来。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就是快节奏的生活，是吧？偶尔逛逛老街，
身在其中，感受一下这种慢生活，我觉得呢还是不错的。看看朋友们，这边是卖什么的？哦，30年，烧腊，好多人在那边围着买白切鸡、烧鹅，还有那种那个叉烧。这个怎么卖的，老板？给我车，这两个都是一样吗？这两个都是一样吗？要10块钱吧？味道不同还是？味道有一点不同。那这个5块，这个5块吧。这甜的还是咸的？啊，这个偏甜一点，这个有一点咸。嗯，味道就是这个咸。我尝一下啊。你多了。我感觉这个好像不怎么，你就要那一个算了。要这个哈、啊？不是，我尝一下这个、哦。我感觉那个好像咸，就这个比较咸一点。这甜一点哈。这个、那光要光要那个算了，行不行？就要那一包算了。这个、要圆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买了一点那个饼干。今天我看看在这附近找一个当地的特色尝试一下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甘蔗汁。刚才在那边市场里面转了一圈，因为市场里面他早上卖一些稀罕东西的比较多，到那个下午呢好像就是卖熟食的比较多了啊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可逛的，我就出来了。我也了解了一下呢，就是这附近有一个那个云吞，就是做的是比较好的，然后我准备去那里面尝试一下，看看价格和味道吧。就是这一家，据说这个很非常地道，然后很好吃啊，很多人在这里面吃呢。在这边吃一点，看上去味道是挺好的。让他们吃的朋友们，这个店面呢不大，但是它那个整体的，看打理的很干净，很规矩。而这个店也是个老店了，看它上面那写着，看看得了很多成就呢。这个云吞确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那个都是肉疙瘩，看，尝试一下，这总共是7个，啊，里面有那个生菜，还有这个是应该是小香葱吧，或者是韭黄。一咬开这个馄饨啊，那云吞，然后那个香味扑鼻。这一份呢，我是在网上下的单，是7块钱，价格是非常便宜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就主要就我感觉到有一点咸了，给其他的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云吞来说，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吃完了，吃饱了，朋友们，他那一碗看起来不多，但是他那一个云吞就像一个小包子一样的，是吧？然后里边那个肉非常紧实，和外面的这个区别，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前面呢有一个步行街，我准备去这个步行街里面转转。哦，这步行街里面基本没人呀，朋友们，可能也没啥转的吧，我估计。但你看这步行街，大家都在做核酸呢，做核酸的人多过于
在逛街的人，我看了，看朋友们，准备在这边逛逛了，还是往里面转一下看一看吧。嗯，小朋友在这边玩的还玩的还挺多的。看这里面冷冷清清的，没什么人，估计也没啥好逛的，是不是朋友们？看看，既然没什么人，然后呢也没地方好去，那等一下就回去休息了。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